close till I get up. Time is barely on our side. I don't wanna waste what's left. The storms we chase are leading us, and love is all we'll ever trust. Yeah, no, I don't wanna waste what's left. 现在在6GT 的车子里面，可以看到它因为是 M Sport 的版本，所以现在的方向盘跟我们 GT 的不一样。好，然后一样把所有的功能几乎都整合在方向盘上面。好，然后看一下这个中控的地方。OK， 中控的地方呢，它左边的按钮呢的排列方式基本上是一样的。好，那它把它做的比较科技化一点，我觉得比较跑车风格。好，然后手这个排挡杆的部分也是做了一些小修改，比较跑旅感。屏幕这边现在是 ID6 的版本，那可以做滑动 ，OK， 还蛮灵敏的。然后现在他们就是很强调这个互联科技，他车上会配一张 SIM 卡给你，然后让你去做即时的通讯连接、上网就对了。然后高亮度的屏幕也是非常适合我，然后他这一台现在屏幕上面地图图示还没有载入，所以现在没有东西可以看。那刚刚很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呢，是倒车雷达这里。那现在秀一个，就是它倒车雷达，因为现在六 GT 已经可以做到360度的环境，然后一样按下这一颗，出现倒车雷达的画面，然后你可以去选择你要显示的镜头，好 ，OK， 现在是45度角，侧边、右后、后方。左侧，好，除了在滚轮上面做调整之外，你也可以在屏幕上面直接点选。我觉得这个很棒。那我们现在屏幕是用手势控制这个倒车，我们夹起来，好，出现这个画面时呢，我们就可以去移动镜头的调整。OK， 好，那你要再拖，就是要再过来一次。这个也是蛮有趣的，但是我觉得现在是很棒，是说你可以看到整个车子的状态。之前我们5GT 没有前镜头，所以我看不到这些角度。那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现在车子所必须拥有的功能。OK， 好，那这是倒车雷达的倒车显影360度的功能。其他的配置呢，我觉得跟5GT 内装差不多。前面这边有一些修改了。这个置物的空间，之前我们是用翻板的，比较窄。那它现在是用推开，好。然后这边零钱盒，这边放不了，这边可以放手机。看起来是有放一个 USB， 不晓得有没有无线充电，看起来很像是无线充电的感觉。然后一样两个杯子的杯架 ，OK， 好。整个舒适度来说呢，我觉得感觉相当不错。再来。来借我一下，走，这个地方是抬头显示器，但现在车子没有发动，所以我无法去做测试。然后标配是液晶仪表板，旁边这边也是固定的转钮。对。然后现在可以看到之前我们5GT 的内装的气氛灯呢，只有白色。跟橘色，然后现在一上车，标配是粉，是紫色，感觉相当的夜店风。OK， 那比较科技啦。之前我觉得 5GT 比较稳重，它比较不是那么年轻感。它虽然它是 GT 定位于跑旅车，但是它的感受还是比较大气一点。那现在 6GT 整个年轻化许多。我拉着看一下这里。标配哈曼卡尼的喇叭系统 ，OK。然后钥匙，看一下钥匙，就是刀锋型的，这个也是非常迷人的，感觉金属感十足，非常的棒。好，看一下上面。这整个灯的亮度，整个室内灯的灯泡。很明显的照明范围加大，
然后整个亮度也加强。然后这边一样是控制天窗的开关。好，然后这边多了一个 SOS， 因为它现在都车上都有装 SIM 卡，真的出状况的时候，你可以跟他们远端的客服做及时的求救。BMW 一直希望客户使用的这个互联驾驶，好，是旅程资讯服务。当你开通之后呢，哦，你交车的时候车上就会有一张 SIM 卡，当你拨点选之后呢，30秒之内呢会有人接听你的电话。BMW 的亚洲区总部在中国上海，所以你就会收到上海的客服人员跟您说：“先生，请问我可以帮您什么？”好，这是我自己幻想的，不一定是这样。好，那你就可以告诉他说你想要去哪里，他会直接在远端把你的目的地塞进你的导航系统，哦，让你省去很多点选设定的一个过程。这个其实蛮人性的，但是实际上会不会用到这个程度，是我一直存疑的。哦，欸，像我这种电子控，我都不太实际会有这个习惯去这样操作，我都是还是习惯自己去输入我要的一些功能以及目的地。之前我们 5GT 的这个 Set 1 2就座椅记忆按钮是在下方，现在还把它拉到左侧的上方这里来。OK， 然后右边副驾这边也有同样一组的设定。好，椅背调整，哦，你可以去调整你的椅背倾斜角度。之前是手动，哦，那现在是电子化。OK， 好，确定只有椅背可以调，前后不能调。前后呢，之前的设定是在下面，哦，那它现在取消了。5GT 这边有个把手可以去拉座椅的前后，现在它没有这个设定了。OK， 再来，这边呢，大七的专有头枕，鸡皮头枕。这次也列为标配，哦，所以头靠的部分应该比较舒适。你看这个饰板，金属饰板配这个桃木色，感觉相当科技感。一样是无框的设计，哦，一样是跑车型的无框设计。好，再来看一下这个尾翼。好，5GT 没有这个尾翼，3GT 有。那现在它把3GT 这个尾翼的功能移植到6GT， 时速110公里之后呢，自动升起，也可以通过里面的设定直接做手动开启，就是保持这个帅气感。这其实很多人好像喜欢，我也觉得蛮帅的。OK， 好，然后看一下下面双管的排气管，我觉得可以管，我觉得这比较合理吧。这么高级的车子，这样比较大气吧。像我自己的5GT。一样是双管，它就是集中在左边，它双管的单出就觉得没那么漂亮，双管双出感觉就是霸气，而且方形的排气管的确很美。好，现在看一下后车厢，好，开启的高度呢跟 5GT 差不多，但是很明显看深蛮多的，这个空间内在的空间会比我们 5GT 还要大，我觉得这其实蛮明显的，因为其实 5GT 其实大概是这样。OK， 好，底板下面的置物空间迷人啊。OK， 一样防爆胎设计，所以也没有备胎，那你就多了很多的储物空间。好，我们现在下来哈，再来之前呢，倾倒。椅背倾倒开关呢是坐在这个位置，现在又继续坐在这边，坐比较小一点。哦，那我们先放下看看，放平。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5GT 椅背倾倒之后呢，它中间还会有两块挡板。哦，这两块挡板在 6GT 把它取消了，它就直接做一体式的延伸出去。OK。好，那其他部分就差不多。不过让我很意外的是，它看 6GT 看起来比较扁长，可是想不到内在的空间比 5GT 还大，这让我蛮意外的。OK， 好，它的车身比较扁平，所以在后车厢的这个高度呢，也比 5GT 下降一点。这个对一些妈妈来说，我是一个福音啊，摆东西、放东西比较方便。
那对男生来说，可能差异就很多。然后开口一样是相当宽敞的话，就是我一直很喜欢五句六句。OK。但是没有收尾，我现在发现这个事情。OK， 之前五句一是小尾、大尾的，你可以分两段式的开启，但是现在六句一看起来它底下只有一个开关，就是做大尾的开始。我没有看到小尾的手法开关，应该是被取消了。OK。来，行动了。可贝本石的这个版本呢，它标配的就是卡钳。哦，铝圈不是，这台的铝圈，刚刚销售顾问说它是有改过的，哦，所以是一个铝圈。再过来这边是侧裙，福山田刀嘛，我们自己车友都知道的红包。像台中车友阿豪，就五三五 GT 全车很好帅气，好，然后铝圈卡钳的样子差不多。五 GT 的这个水箱护罩，之前在里面会有自动开启的隔板，好去做车子温度如果足够时呢，它会封闭或者打开来做温度的调节。现在呢，它把这个隔板直接做到水箱护罩。同一个层面上，这样好处是说可以阻绝其他的异物侵入你的这个引擎车室内。那我觉得这个也不错。我之前有这个自动开关一样的功能是做在里面，现在把它做到非常不着哇。那下面这个前大巴，这整个前面的大道我觉得是我的功能。